现在我们安装保时捷帕拉梅拉，这是安卓画面，安卓的导航系统。我们可以播放高清视频。播放音乐。可以连接蓝牙电话，可以安装自定义 APK， 支持语音助手。那可以帮您。你好，小华。导航去深圳北站。找到多个结果，你要去哪一个？第一个。遵命。你好，小华。拨打电话给小华。有一个联系人小华，呼叫还是取消？呼叫。呼叫。正在呼叫小华。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你好，小华。拨打电话给小华。有一个联系人小华，呼叫还是取消？呼叫。正在呼叫小华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小华。好。播放流行音乐。好的。好音质，用户网。你好，小华。好。播放流行音乐。真。今天的遵命。用原车蓝牙传输音频。无损音质。不需接线。即可播放声音。到达。支持原车倒车，支持原车360影像。不用破线。可以在线上网。连接手机一连。
时间，同步延迟仪表盘，支持连接 WiFi。设置音效。